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陈庚，这是我的第一期微体验视频，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最近很多的年轻人都来咨询我选车的问题，他们的需求很简单，首先就是这辆车的外观足够的时尚，符合外貌协会的审美标准，其次就是这辆车要有出色的驾驶体验。针对年轻人喜欢个性追求刺激的驾驶风格，我的推荐呢就是马自达三昂克赛拉。在运动型紧凑级轿车的细分市场中，马自达三一直是不容小觑的角色。第一代马自达三类似小号老马六的造型，让它很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一见钟情。2011年，马自达三终于进行了第一次换代，第二代的马三有了全新的名字星骋。星骋依旧延续了驾驶乐趣为第一的宗旨，没有迎合传统的汽车消费审美而去发展空间和舒适性，它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。近年来，随着混动设计理念与创驰蓝天技术的运用， CX-5、阿特兹，当然还有今天的主角第三代马自达三昂克赛拉。对于昂克赛拉这款车来说，它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？让我们今天的试车视频去一探究竟。昂克赛拉一经上市，网友对它的关注度就居高不下。我们总结了网友的问题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，昂克赛拉的排量由 1.6 升降到了 1.5 升，它的动力是否会因此降低？第二个问题，昂克赛拉的内饰用料以及整体的做工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动态驾驶部分开始之前，我想纠正一些网友对于创驰蓝天技术的一部分误解。很多网友认为创驰蓝天技术它只是一个针对发动机的技术，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创驰蓝天技术它不只针对发动机，同时针对底盘、变速箱以及主要车身元件的一个优化的技术，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整车的技术。这台昂克赛拉搭载了两种排量的发动机，分别是 1.5 升和 2.0 升的。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昂克赛拉，它搭载的是 1.5 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，它的最大功率86千瓦，最大扭矩148牛米，相比于老款的 1.6 升排量发动机，它的最大功率提升了7千瓦，最大扭矩提升了10牛米。因此开头所提到的网友担心的排量下降使马力不足的这种现象，在这里就无需要担心了。同样是来自创驰蓝天技术的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，拥有全速域锁止技术，因此它的传动效率更高，而油耗更低，从实际驾驶感受起来也会非常的明显。当你稍微踩一点点油门的时候，它会在你不经意间就立刻降上一档，而在你深踩油门的时候，它会果断的连降两档。因此在城市里开车，你想要加速超车的时候，它会给你足够的支持。以往的马三车型，它的转向都灵敏到过分的程度了，让你无时无刻不紧绷着神经去操纵它，就像一个严肃的人整天板着脸。而现在昂克赛拉身上，这个严肃的人终于变得阳光又有亲和力，更加的活泼了。它在保证转向精准的同时，又向舒适性做了一定的妥协，转向起来更加的顺畅，因此开起来也更加的轻松。众所周知，马自达的底盘一向偏运动，因此调教的非常硬朗。以往车型在过一些颠簸或坑洼路段的时候，悬挂反馈回来的这种清晰的颠簸使乘坐的舒适度大打折扣。昂克赛拉比以往车型相比，它的悬挂行程变得更短了，因此很多网友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，是不是昂克赛拉的乘坐舒适度不如以前的车型，它的悬挂变得更硬了。而经过我们这两天不断的试驾，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。昂克赛拉的悬挂调教非常富有韧性，整个阻尼回馈的感觉使整个舒适度非常的不错。也正是由于它的悬挂行程比较短，因此在山路中以及弯道中，它对于车辆侧倾的抑制
表现得非常的不错，因此昂克赛拉在舒适性与运动性方面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。一坐到昂克赛拉的车内，这辆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是一个完全针对于年轻人打造的车型，它的整体内饰风格较之于以往的车型显得更加的年轻，更加的运动，尤其是这个坐姿非常低矮的座椅，正是得益于它这样的设计，我的腿部空间大概有一拳的距离，我的头部空间也有大概一拳多的距离，因此我整个坐起来非常的宽敞，而它座椅的包裹度又非常的好，因此开启这个昂克赛拉的时候就仿佛是在开一辆跑车。它中间的仪表盘的造型采用了一个炮筒式的造型，因此非常可以勾起人驾驶的欲望。中间 1.5 升车型搭配的是时速表，而到了 2.0 升车型搭配的就是一个转速表，配上外围一圈红色的氛围装饰灯，显得非常的动感，非常的运动。昂克赛拉的配置在同级别中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下面就来为您进行一一的介绍。首先就是这个握感非常不错的方向盘，它是一个多功能方向盘，这一点在同级别的卡罗拉这类相比是完全见不到的，只有在高配车型上才能见到。虽然昂克赛拉入门版的车型它的多功能按键比高配车型少了很多，功能也减少了很多，但是它毕竟是有一个非常厚道的多功能方向盘的配置。而在我左边腿部的这里有两个按钮，分别是全系搭载的 ESP 和 Sport 自动启停的系统，这两个配备在同级别中也是很难见到的。首先经过我们这两天驾驶，它的 S-Sport 这个启动功能，它的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抖动控制的有相当的到位，因此在城市中使用是非常实用的。旁边的 ESP 也是全系的搭配，而在其他的车型上也直接有 ABS 和 EBD， 而没有 ESP 这项配置。我相信这些厂商都应该多多的学习马自达它的这种设计，因为在于对于安全性的方面，我们实在不能缩水。而在中间这个方面，它中间采用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收音机的造型，在我们所知道的卡罗拉和思域上面，它中间的这一部分它的收音机都是嵌在里面的，而昂克赛拉这里显得非常立体，非常的新颖。在中间 1.5 升车型才低配版才有的一个手动的空调，在高配车型上全部都是自动的空调。而在这里高配车型上有一个类似于宝马 iDrive 的一个多媒体操纵区，高配车型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奔驰的七寸的多媒体大屏，奔驰配宝马可以让车主变得非常的有面子。而到了储物空间方面，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展示一下。在我的左边门板上，这里扶手部分有一个封死的，所以可以放一个钱包放在这里，而在下面也仅仅只能装一瓶水，就不能再放别的东西了。而据我的观察，我摁这里发现它里面都是空的，因此它完全可以像对手一样把里面给掏空，做一个更大的储物格，相信这方面就会变得更加的实用了。而在中控的下面底部这里有一个储物格，下面有一个防滑的设计，因此把我们的手机放在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滑出来，非常的方便。而在中间这里有一个很小的储物格，后面也有两个杯架，因此这里可以放三瓶水，像这样一瓶两瓶三瓶水完全没有问题。而到了中央扶手这里，首先它的整体的开口非常的小，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储物格，可以放蓝牙耳机或者是 U 盘之类的东西。而下面这里的实际容积就变得非常小了，放一瓶水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中央扶手箱就无法盖上了，因此非常的不人性化。而在前面这里，尽管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手套箱，但实际开起来我们发现这旁边一部分都只是一个装饰，而实际使用的容积是非常小的，因此这里还是需要提升的地方。看了它的储物空间，我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，如果这辆车真的是给两个人使用的话，像年轻的情侣这样，它的储物空间应该就无法满足两个人正常的需求了。而对于网友之前一直所担心的它的内饰的做工用料方面，在这里我想你们也不用担心了，它相比于以往的车型，我们伸手可及的这些地方并不是以往车型搭载的硬塑料的设计，而变成了一种软质的材料，因此整个手感和看起来都会变得更加的不错。
中间这里有一个金属拉丝的一个装饰，还有这里有一个仿碳纤维的设计，在这里也能见到。旁边搭配有钢琴烤漆的面板，使整辆车的内饰都变得更加的有豪华感了。来到了昂克赛拉的后排，它的实际空间表现并不像我前排那样宽敞，这是我之前调好的座位。尽管它的轴距达到了2700毫米，像卡罗拉和思域都是这个水平，但是它的表现却没有同级对手做得那么好。尽管这里有一个掏空的设计，但是我实际乘坐起来，我的腿部空间只有4指的一个距离，而头部空间受益于它比较低矮的座椅，达到了将近1拳多的距离，这是很让我满意的。而在中间这一部分，尽管它有中间单独的一个头枕，但是由于它的地台非常的高，大概只有我手机这么高，因此如果中间坐一个成年人的话是非常不舒服的。而在这里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一个中央扶手，因此两个人坐在这里的话，他们的胳膊就不会打架了，也非常的舒服。如果放上两瓶水的话，因为这里有两个杯架，两个人的手也完全不会因为放上水了而觉得空间比较局促。在侧弯板上的空间也是跟前排一样比较的少，如果在这里把我的手机放到这里的话，下面也仅仅只能再装一瓶水了，因此对于门板上的储物空间做的还是没有同级那么好。而这里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惑，就是为什么主驾驶的座椅后面没有一个储物袋的设计，而在旁边副驾驶的后面就有一个储物袋的设计，可以装一瓶水，这是让我非常疑惑的地方。在前排座椅的下面，我发现了一个很用心的地方，就是它下面采取了一个挖空的设计，因此我的脚可以很轻松地放在里面，这也算是一个弥补腿部空间不足的一个小亮点吧。昂克赛拉采用了马自达3一贯的短尾设计，因此我对它的后备箱表现并不是十分的期待。现在我们就来赶快看一下它后备箱的整体表现如何。只需要这样轻轻打开后备箱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由于昂克赛拉采用了两个独立的后悬挂，因此占据了一部分后备箱的空间。与速腾和卡罗拉这样的对手相比，他们的对手仍在采用扭力梁的非独立悬挂，因此昂克赛拉的独立悬挂在操控上无疑是加分不少。我们可以看到后备箱的整体地板的平整度很高，因此放一些大物件的时候，昂克赛拉完全可以胜任。而它的后排有支持4:6比例的放倒，操作也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这样轻轻的拉动后面的拉手，然后我们轻轻的推一下，不用跑去前面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得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储物空间。因此无论是搬家或者是买一些比较长的家具的时候，昂克赛拉的空间完全够用。针对开篇的第三个问题，搭载创驰蓝天技术的昂克赛拉在整体驾驶质感上有了怎样的改变，通过这两天的试驾，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。首先就是它的动力比以往车型变得更加的澎湃，当你需要急加速的时候，就像这样，它就仿佛一头脱缰的野马一般，整个油门的响应非常的灵敏，而降档也非常的积极，因此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信心。而第二点就是它的整体整备质量，由于创驰蓝天技术比以往车型都有所降低，因此它的车身变得更加的灵活，开起来也更加的自如。第三点就是它的燃油经济性非常不错，这两天由于拍摄要求，我们有比较激烈的驾驶，而它的油耗百公里只有6.7升，因此非常的令人满意。综上所述，昂克赛拉使用了创驰蓝天技术，使它犹如脱胎换骨一般的改变，使整个驾驶质感有了质一般的飞跃。如果一辆车的外观足够的吸引眼球，它的动力总成又足够的优秀，而它的油耗更是令人足够的满意，就像一个衣着时尚、身材曼妙的长发美女，无时无刻的对你暗送秋波。这就是昂克赛拉散发出来独特的魅力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你有理由拒绝它吗？至此，本期节目就已接近尾声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，与我们进行交流与互动。我是陈庚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